天子叔，我有办法。你有办法？你唔免上课哦。你要放暑假？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有啥物办法？你紧讲出来。叔叔哦，已经想好甲你学落的方式啊啦。就是顶届我比赛得奖，老师就介意我呀，一直叫我做班长，啊，不过我无想要做班长，所以我就刁过伊。 伫做选班长迄天，迟到阁无交作业，老师足生气的，伊就把这个机会让予另外一个想要做班长的同学。哦，这是你用的办法咯。嘿，啊，不过你安尼心机遐尼重，啊，阁设计老师，你嘛算计划通哦。圈圈，在顶个困过头，你是条狗爷。 就是为着无想要做班长，后盖袂当咧讲白贼仔无？好啦，啊，不过明明都当个比我搁较想要做班长，为虾米一定要是我？而且迄个同学即马嘛做甲足好个啊，我感觉我安尼做无唔对。安尼讲起嘛是有道理。点样？无你着照全全讲会去做。啊？你要叔叔学全全？ 诶，你去拜托诶，啥物迟到，啥物安怎，阮爸即马咧做里长呢，啊，阮兜搁咧做省理，啊，我若是你阿麻烦，害着因要安怎啊？哎呦，我也无叫你做到迄种程度啊，只是讲洪总裁叫你去选，一定是希望讲你选掉了后会替伊做代志。那安尼你就爱互伊感觉讲，伊无法度控制，伊对你就失去兴趣，那安尼伊就去找别人。 竟然想出这款办法，那是我哦，我绝对想不到嘛想袂到。我无你讲的遐尼啊讲，这是因为你即摆就新闻变做神雄，红总裁才会想要利用你的人气。伊就是讲你即摆遮尼啊红，拿出来选举绝对是稳调的。稳调啦，伊就是想要安尼利用我。媒体会当互你变英雄，嘛会当毁掉。你若是无遮尼啊受欢迎，对伊来讲，你就无认为价值，伊自然就袂搁甲你去搞底啊。 所以我讲哦，你这个办法确实实在。啊，不过你若是真正毁掉家己名声，可能有人因为安尼就讨厌你，你敢确定要安尼做？安尼应该不要紧吧？哎呦，为滴咯，我就无想要出名啦。搁再讲哦，过两天，然后搁较大的新闻出来，大家哦都要甲我放飞机啊啦。安娜，放心，哦，今日去开始准备路线，哦。 哦，哎哎哎，加大号一台奥多麦哦，欧白乱停啦，咱就用这来直播。你感觉敢有效果啊？大家应该就会开始更加理解人做自以为是。哈，安尼就好，来准备开始。开始阿妈。大家应该拢熟悉我吼，我甲恁讲，我除了是一个英雄以外，我阁是一个正义魔人检举达人啦。恁大家看，这有一台奥多麦。 奥特曼本身并无错，也毋过伊停咧停车嘅内底，安尼敢对？正路是大家停车嘅是每一个人在用嘅，因呢会当安尼不遵守交通规则咧，所以讲哦，咱除了爱甲检举以外，佫着爱哦该好好驾驶，但是讲对唔对？对，愈讲愈生气啦！产生即款奥特曼要安怎处理咧？你看，啊！大家看。 这就是三十公分乡民的正义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叶少侠，你个头发是啥？哦，这你的车是不是？哎，啊，你是无生目睭是不是？这是停车格的，啊，你奥特曼停在这旁边哪停啊？我欢喜啦！哎呦呦，红声呢！你恶爆！我跟你讲，你今嘛哦，把奥特曼牵走，我就不爱跟你计较。那么，你是安怎？哎。 我即摆咧直播，你咪有回来哦！哎哎哎哎哎哎，你把卡收来，即摆等你直播，你下个手机啊，还来啊？哎，我你奈个讨厌你爸，听不落你！哎哎哎，下歪！哇！